人多，马上三个人就被八十几了，对吧？啊，三个人就180几了啊！你们人尽管多啊，我们现在直接数据出来了啊。三个人就180几。所以说，大人不能在一起进去。人少一点。怎么搞这么多外套在这边呀、那你看，人少肯定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150。来，见证一下我们这个空气。不要的，我嘴巴说没有用的。什么？这是你们一个人的房间，基本上在150左右啊，150左右。150颗粒度小好了。你们人多的，来，人一多。所以说不能老是进去嘛。这个房间过滤过的，正好有个过滤啊，对，这个房间有过滤器的，过滤器的好一点，103，一百零几还好一点，这个空气污染90几，这个有个过滤器，一闻就闻到了嘛，过滤器好一点，都走吧啊，对小孩没有好，到时候反复感染这个讨厌了，对吧？这边是两个人房间的，这是应该过滤了没多久，这是120几，过滤过了，对吧？前面就是才过滤过的。那如果是那种存留的话，里面就是零啊。在前面人多的地方再测一下吧。前面三个人的地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他家属，所以说不好，这对小孩都不好。这个就人多一点，看看。不尊重什么东西啊？你看600几，167、168，70几了，看吧。所以说这个人多啊就不好，立马就是170几了，人少的160几、150几啊。那你们就是说直接直关了啊？就是有空气过滤的稍微好一点，刚过滤过的稍微好一点。人员啊，170几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人尽管进出啊，尽管进出啊。